在死海黑泥中找到美丽，找到爱情。我要磨砂膏，看摸我的腰啊！太奇怪的感觉了，我害羞。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我老婆就是你。他说这个泥呀，从这里流下来，这个已经好光成了吗？这是什么？磨咖啡的。周五晚间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世界那么大。